歌迷当然无所谓，那女生因为她的形象，她我不是只是属于你一个，哦、我是属于全部的、哦对对对，大家都是我的男朋友。他们可以讲说我，你自己是偶像，你会跟女歌迷牵着手唱歌吗？会啊，唱到晚了啊。那这怎么办？先看那个唱到晚漂不漂亮。好好好，你有哪一首歌适合牵手唱到晚的？我热情的姑娘，怎么牵？真的会跳舞啊，你一直转一定会啦，不然唱的是慢歌情歌哦。那我是觉得当场哇吼，主持人也很尴尬，你看来宾也很尴尬、啊、想知道是谁吗？甜心，不要再唱了，不要再唱了，蛮明显的，不要再唱了，不要唱哦。我知道我们有警棍哦，他是不是王心凌？歌很多、哦、但是他唱过你不要陷害我们，我不想知道。知道一下，知道。不是啦，你知道为什么我？因为我们看过，我为什么要让你们四位知道？这样万一出去，人家才会觉得是我嘛，对不对？分散风险。你们这笔钱很难赚的，我们这些小黄话又传出去，我们两位法警都不知道。不是，报纸一写，报纸一写说，哎，他们有小梁，有谁，他们四个其中一个奖，对，隔天会很多。哎，对啊，很多人问我们嘞。对啊，哎，所以你看的是什么？真的蛮大牌。谢哥给你看的是什么？真的蛮大牌，看一下好不好？那么对那个幕后工作人员白眼，然后东西不配合。哎，这个不行，这太恐怖了。1、2、3。啊，他不会，哇塞，他会吗？他不会这样子吧？他很轻，这个太，这个很会，喂，耐心点，还更多的花钱，我们唱避嫌好不好？避嫌。相信吗？大家都有机会，就相信吗？感觉他很随和，有一些误会。我觉得他人蛮亲切，很随和的、啊。其实每个那个歌手都有他们自己的坚持。哦，我也曾经听过一个很资深的制作人讲，你讲出来是翁立友，对不对？天奇嘛，对啦。他也是说有之前他办一个很大的活动的时候，那他们请了当天呢、啊、巨星如云集啊，全部都是请到休息室，对不对？每个人有安排每个人的休息室，但是就是有一位男歌手，他坚持他要表演的时候，他才要出他的保姆车，不然的话他都要在他的保姆车上休息，坚持不下车到后台的休息室跟大家一起休息。哦，唱坚持是翁立友啊，不是这个。然后后来没关系，那你在上面休息也 OK 嘛 ？OK 啊。那可是我们表演之前呢，那个制作人总要去 re 本嘛，就跟你讲，哎，前面等一下有什么样流程啊？麻烦什么歌你要注意一下哈，这样子也不下来，那怎么办？怎么 re 也不下来？那要叫那个制作人到外面停车场的保姆车上面去跟他 re 本，而且那个制作人说那天还下大雨，哎呦，撑着雨伞，他冲出去是不是上了那个保姆车，然后在里面。然后跟他雷本，而且那个制作人的个儿是不是也是蛮高的？没有很高啊，没有很高，没有很高。那我知道是谁了。然后雷完本以后，然后他再淋着雨回去。哈，他为什么不撑伞呢？对啊，有伞吧？蛮笨的，这哎，制作人人家跑东跑西很忙，拿个雨伞不是凉掉了？是不是你啊？是不是感冒了？不是我，这个我们也遇过，好不好？在内地有一次表演嘛。结果真的就下起雨，你还真说对了，是那种帐篷的搭了，我就在这一边，隔壁就一个女生，谁我们也不知道，然后就是编导就问他们，就说，哎，那我们吃不到，他们不知道我就在隔壁，他说，哎，我们到宪哥那边来捋一下本账，一起，一起过来，那干嘛？那男生不过来啊，我们女生过去啊。就这样，我就听到了，我就很尴尬，因为没有他不是故意的，但是我听到了。哎呦，哎呀，怎么可能呢？我们这还要化妆啊，这怎么办呢？那我爽啊，来，我来尾啊。见鬼了，见鬼了！他们两个是地方台的那个主持人，然后啪跌坐在地上。先哥，我们过来啊，一样嘛，那哪有什么？我是想的方便呢，对，我们过来嘛。你太帅了，我那从头看。Ha ha ha!
对不对？你好狠哦！坏啊！你真的是匹马聊鬼来了，怎么就来了？不是，怎么那么调皮呢？艺能界大家互相包容啊，小调皮耶！我看他们是因为还要穿鞋什么不方便，想太多了，对不对？互相的这个融通一下嘛，好吧？也谢谢他们五位来到这边，可以最后请你们把那个链子，我不愿意了，不要了，他真的不能拿，他太危险了啦。隐姓埋名一辈子，20年的免法律免追诉期，19年又11个月的最后一天被抓。先给我告诉你啊，这一集播出以后啊，是是是，如果记者打电话给我们四个，我们发誓绝对不是我们漏口风，我们都会说是吴少强讲。对对对，不是我们，吴少强，不要不要，其他都是我们，我们没有讲，没有没有，找一个第四鬼啊，找吴少强。那现场拿一个金炉进来，我们现场消一下。好不好？再次谢谢他们，谢谢，明天同时继续回答我们的综艺大乱斗。